哦，啊，即摆咱来甲看圣万经，讲你严者地母，因着灵性地故，又名地经安尼。那么即个吼，就是智慧境界，有智慧的境界叫做地经。啊，你即摆来吼，即、這个就是啥呢？伊讲叫咱行五明顶法，甲灵性地界安尼，故名地母。啊，这个行五明的重要就是内明，内明就是内性开悟，叫做内明。这咱头前还资还资料有，啊，加啥？加学起来个因明啊。啊，重要这内明是自我，啊，那这个个因明就是要悟他。做这五明的法来，得有一个叫做自度兼度他，这意思在内底呢。所以内底有靠一个其他在发起的内底，吼、哦，这个是讲安尼。好、哦，阿舅妈进来底，搁在故名地母为地所教，故名地境安尼吼。这么来哈，为地。所教，故名地境啊！呢，啊，就你也没意思些呢。啊，即咱搁再接落哈，接落搁掀过来。咱即嘛是顶一点钟是六十八呀，哦，即嘛来哈，即嘛进来咧讲，头前讲的用不同的方法啊，牵制，哦，即个就是翻译经典文字的奥妙点啊。但是即嘛来哈，讲到理。对这，即嘛这理无无非不虚字，即嘛伊再搁伊搁再讲出来哈。这样注意听，这理，吼、哦、是不相关，或者是不受他人影响。那是相关的，袂使讲理；不相关的，会使讲理安尼。这个家庭和这个家庭不相关，吼、哦、安尼叫做理。但是兄弟啊、同事啊，叫做相关，就袂使理者。哦，这是大概用意思安尼甲人讲，但是以前内底所解，讲譬如月娘去予分家遮咧，啊分家就但是月娘，哈、哦，离乌云而存在，就是讲因为乌云加月娘，啊月娘呢含这个个啥，含这个乌云无相关，哈、哦。安听吼，即马即个咱会使讲，月娘含乌云，离乌云存在。啊，那乌云含白云，就是不相离。乌云甲白云是不相离啊，拢总有蒙蔽。但是唔过月娘含乌云佫相离，唔知外远个安尼。所以乌云甲白云是相不相离。不过乌云、白云和月娘是相离，哦，啊是第一站家只白娘，哦，啊所以咱即马甲看书顶一点钟去咧，恁搁再稍微体会一下，哦，明月显虚空，啊转北又转东，哦，啊即马来啊，曲径生错港，明月显虚空，咱即马就落去晒。啊，这结晒了后呢，哈、哦，连袂登过北平，啊，连袂登过安尼，啊，即马即个登来登去，属实。你即马你结晒车中间，唔着迄弯路安尼曲弯弯曲曲，啊，咱即马看讲，啊，月娘你还连袂伫遮，啊，该连袂伫遐，哈、哦，所以你甲想一下，其实月娘原封不动伫遐，
是咱伫即个路上，是即个弯弯曲曲的路，啊，所以予咱生出种错觉的心，讲啊，该问的念的伫北边，念伫南边。啊，这么进来的啊，還有其他意思，其他意思，恁家己思维看卖啊。好、哦，这个是讲，因为迄天阮在伫即落个台中总馆开发布，无去德山总馆开发布。好、哦，阿正家总伫啊，唔该讲，书伫个中间，较想着即个代志。那么即个跟禅的本意吼、哦，真的有相关啊。好、哦，阿正卖个灵感，那就讲因祖师问我讲，你欠啥？啊，你欠啥？啊，我就甲讲，我欠开悟。啊，这欠开悟就是，要怎讲，拢无欠嘛，干来欠开悟尔嘛。啊，咱人的自性伫内底有欠啥？吼、哦，都本来古本自古足啊。啊，但你要了解，这毋是修得甲无修无得咯。因为咱人的自本性内底本来有古足三明。四地五感六通有欠无？有欠无？无欠，就是欠开悟。你若开悟，这就浮现。哦，啊嘛是无量功德相，三十二相八十种虽然好啊，哪有欠？重要，咱今学佛的人，实在是重点是欠开悟，其他无欠啥。哦。佛祖三十二相，那嘛是有；八十种虽然好，那嘛是有。三明就是这个宿命明、天干明、甲路心明，这那嘛是有啊。五感六通、四谛嘛拢有啊。台湾建筑嘛拢伫内底哩。吼、哦，我当然我是这画、個、中有去甲客到演主书安尼。啊，演主书伊就讲伊买买物件。讲欠开我，伊即马做安怎？做笑一个安尼，做做出来安尼。啊，笑一个，即个代表啥？因为一切吼、哦，尽在不言中安尼。好、哦，我的想法是这样啦，但是我过来我无爱加问啦。啊、哦，尽在不言中。啊，即、这个欠开我，啊个一切固执，即、这个根本你来不过讲就讲唔对啊。搁再去甲讲出来，搁唔对。啊，今为着教育，甲恁提醒，搁无甲恁启示也袂使。哦，啊，我咧讲，咱的自本性，拄啊，亲像我咧讲讲月亮，一个光体，一个光体嘛，我们的智慧是光体。好、哦，你不要给他想讲，我们的本性是哪一种，某一种什么什么什么。这样也不对，哦，啊，你家己错觉啊，人伊管来底下，为什么错觉？因为你家己行迄个弯弯曲曲的路，以为修行就安尼，啊，修行就安尼，修行就安尼，啊，所以愈做愈懵逼，愈唔对啊。啊，你若讲啊，都自本性本来就固执，无动摇，无生灭。啊，是一个法界共鸣体，吼、哦！啊，你甲想看卖，就亲像月亮去乌云炸的安尼尔嘛。啊，你若乌云飞开，共鸣体就现，那就咱人安内也成。不识的众识的无量境界，你若未度，那么你的自本性是毋是共鸣体就现出来嘛？啊，就一切拢故障安尼。吼、哦！啊，这么修行的重点。那讲渐处修来个讲，就是净土业性嘛。哈、哦，那么个一个问题哦，有一个禅师问慧山，讲开悟了，爱个修完没修完？啊，再这慧山个讲安尼，讲修甲无修是两边的话，但重要，这条水沟会清气，哈、哦，会清气啊，流之不尽啊。伊这慧山个答案。用修甲无修两回事，但重要呢，让这个水沟会流通安尼。哦，在咱众生哦，因为懵白未开悟，
但是重要就是因为你安怎流通，你要搁后壁扛过足济嘛。但足济，就智慧爱显露会出来。只有你若显露会出来，我甲你讲，言事无量。言事无量，讲你今已经开悟啊，你要度众生的方便法，智慧方便拢总有。哦，重要是安尼，因为正无相反吼，都是会当真真正正落实啦。啊，落实你唔是讲像阿罗汉讲我初地正，即、這个初果正无相而入七往来，殊德还殊德含，殊德含二，殊德含殊德还，加二往来，啊来不来，啊不来就来应中，唔是安尼，迄、那个嘛是到。七地菩萨的八地菩萨不懂的啊，但你别再讲总不懂啊，因为需要下面要个做工会作者嘛，啊，你第一开好材料，我跟你讲，流露自本性的这种地体地用啊呢，好、哦，这点是较重要。好、哦，别再讲今日像，六道当间讲学这什么人，拢受入无相定，无必要自悲去想。啊，若无要学慈悲喜舍就错啊！所以唔卡讲，这种的人无上天是将来达到无上天，吼、哦，去到无上天去念嘛。第一个所在经过五百大劫了，再下来。吼、哦，啊，你若卡讲禅定的这个功课吼，你若要看彻底，你就要看《维摩诘经》迄、那个地主品内底。下里佛地树啊，卡个坐，起好，为莫给大树干咩安尼？你来看迄段，迄段，哦，注意哦哈！啊，即么这段内底阿表解释一句：由文而非，安都可以，唔免一定定。即么这是师父搁再特别交代出来。啊，所以咱即么聊聊讲，迄、那个魂家咧，就只个结性。你若不会开台湾镜子就现出来嘛，算不是安尼？啊，这个冥想不是给讲，但是记得修学安怎好才魂归归？因为魂来都是代表咱人的恶业，恶魂代表恶业，白魂代表善业。啊，白魂嘛是这，恶魂嘛是这。那不相信你出来搞看太阳、看月亮，白魂飞过有哪只条嘞？恶魂飞过是一条，所以这内底，咱众生这个善恶两种的对待，我跟你讲，对众生来讲，拢总无好，所以唔该达到迄个应无所住，较重要呢。啊，唔过未使不准。哦，你今日来讲，万年放未下，啊，这你也考虑，这你也考虑，啊，你算不是永远蒙蔽？好、哦，无想那开讲，今日爱修了破了面。啊、哦，所以今仔日嘛，要尽心去发迄、那个发心呢。第一，主导，哈、哦，度他这两项相生。啊，干就是跟你讲，迄话是不得已的，对。我讲安怎解释，拢不得已的。佛陀说到四十九讲嘛，不得已啊。无本来伊后壁想为什么讲这句讲，我一生无讲到自己字。啊，无讲自己字，那四十九当你讲啥？迄叫做言语，吼、哦，来教化的道安。啊，但是要予咱入这个叫啥？迄、那个不得说的迄款物件，文字甲语言不能讲的。哦，啊，这么重要，咱要达到迄种水准。迄、那个月亮含乌云，吼、哦，是离乌云咯。啊，所以咱蒙白归蒙白，啊，自本性的光明体。本来就光明体安尼，所以迄个唔敢讲明月显离空，啊阿表那一句叫做明月显离空，因为无变啊，是你家己个错误呀，个人个错误，无闹变，哦，安、啊、了解吼、哦，即句多用安尼来个讲嘛可以讲了吼、哦，所以咱个讲咧，乌暗时啊乌暗天吼。不是月亮没去啊，听好不？
咱人的做善业做恶业蒙蔽，不是咱的自本性无清净啊，是本来就清净啊。啊，你蒙蔽是归蒙蔽，迄含自本性一点仔相关都无。不过你爱轮回，啊，所以你轮回生死中，你的自本性嘛是光明啊，光明体啊。好、哦，即嘛一点爱注意者，但是你都修业色生智起现行，在六道中生死轮回呢。所以咱袂使搞怪，啊，袂使家己想家己对，因为你一旦佮无开悟进前哦，你唔通用五根做主，你若用五根做主，是害死家己，佮害死众生。你若讲是一个说的法师，用五根做主，啊，都信靠开合，啊，你到底就害啊，两边拢害。啊害，你佮安怎害？你的主本嘛，你的主本性嘛是光明啦。是迄个海众生甲海家己海蒙蔽力去轮回安尼，吼、哦、啊，都千万唔同安尼，吼、哦。所以现在在讲，又如离烦恼，因为烦恼是外定，即叫做外欲，外定啊，佮变出来，啊，佮外欲。哦，因为贪嗔痴痴，难免离不归十道因嘛，恶口机智妄言两善。啊，甲去执着五定，啊，执着五定，开始变化，变化六道生死轮回呢。哈、哦，但是即马讲一句，烦恼本无自性，就讲无固定性。无固定性了，所以较有可能远离，那就魂飞了就过安尼。啊，你今烦恼，告诉讲固定性，伊这本无自性，讲无固定性。烦恼是无固定性，你若要甲净土会当。啊！若到净土未了，咱就害啊！咱永远嘛是凡夫俗子啊，就是会当净土。啊！啊！你烦恼会当净土了，你智慧体就显露嘛，啊，就产生用出来。因为智慧体现了，正迄个无生的第二体，啊，迄、那个未讲一个迄、那个，啊，那么来的代志就好解决了。哈、哦，智慧啦、辩才、无解啦、方便啦，拢拢出来。哈、哦，所以今来在讲，迄、那个烦恼本无自性，啊、哦，所以才可以。但是无，无是本来就无。哈、哦，伊讲无本来是无，无就是本来就无。哈、哦，这么一句话哟、哦。哈、哦，唔过会记着呐。这句话那未必绝对，本来是无。啊，那用世间话无，就是无嘛。啊，不过这句无是非无，可以讲有是非有。哦，这个话那当道德，这个真特色的这个法义，所以要甲讲无。业力无呢？啊，不过业力无来甲讲，伊显露出来在众生，可是痛苦无量。您大家新闻小看一下，好、哦，我就真就问您，新闻就是看咱台湾的这社会动态，天天无一个无去作业的，啊，甲国际问题拢少知影着，吼、哦，啊，所以你跟他想讲，这个境是无，这属于因为境是缘起的，无主体，可是非无，非无，譬如讲这个身躯是计是四大和合。可是痛苦累到地，你哀别叫我，安尼有啊无？你连涂骹都要撞落，我咧讲，干那喙齿疼，你都连涂骹都要撞落啊？有啊无？有啊，我咧讲真正有啦。哈、哦，你讲金钱是假，我咧讲金钱真诶。世间事你若无金钱，你搁未解决，你搞到就搞死，我不骗你。哈、哦，不过世间事世间法。迄、那个无字无哦，未使见有非有安尼。你别甲讲身躯无，唔过有，但是有嘛无啊？因为四大甲合合讲五蕴心共成一体，安尼有啊无？无，可是神经伫咧哦。吼，我甲你讲，喙齿疼，你若无去头神经，迄、那个神经伫咧，互你听甲要死，有啊无？啊，你今仔讲金钱假，可是你要尊重。这是因因缘生，既然今仔有，吼、哦，我都因为福报，过去的福报，我怎么从这边那个
化为无为安尼，清净无为。这点拢爱做呢，无做袂使呢。生命假，我要从这个生命甲发扬光大。这个算咪假的啊？对吼，但是我安怎利用这个生命？好、哦，你总是袂使讲这个生命无的，啊，你就要甲天天要甲弄流连，要创啥呢？做迄非法，你得用这个生命甲发扬光大。好、哦，来就发了，通好用言语来教众生安怎修行，教众生如何方案。好、哦，啊，这么这无中就成就净化，净化后的体用就拢出来。啊，你惊个人七八都连代志嘛？哦，所以这么进来这个讲安尼啊，这么一进来就讲，比如讲，迄只唔是牛，我跟你讲，拢种牛较济，拢牵你到北京的牛。你知影吼？看你到北京有哪袂变马啦？伊讲本来唔是牛，唔过是马。即个就讲一项物件比较，啊，其实也袂比较一个牛的牛咧，牛甲马口无共声啊。敢是有一句话，吼、哦？你知影吼？不过这是种影射，吼、哦，这是种影射啦哈。你知影吼？即马搁再来吼，所以这个四字有时阵嘛有，吼、哦。有无同的意义的嘞？四字啦吼，比如讲这个，吼、哦，离根说，也是他们一个讲的，这个言语方言的在学无资料，这个不相关还是相关？这个有影响无影响？这个，好、哦、啊，这么个再来，比如讲，用这个个四字有时阵嘛是不相不同的意义啊，这也是事实，因为文字安怎导得到了不同的无同的意义。即马搁再来，譬如讲，已经来在讲禅宗是百八句拢牵读哦。啊，那牵读因为大会以一百空八句问佛，佛下面才开始甲用一百空八句，啊来给回答。譬如讲，咱即马去讲第一句诶，即马后壁即个相句甲无相句，即、这个甲第二句相句无相句，即、这个甲第三句。好、啊，即马咱去解释第一句。好、哦，第一句就是即个头前即、这个讲啥？不先古跟先古安尼，好、哦，这么来哈，搁再看，相当一百股东啊，听，比如讲咱今恶鬼啊，这个钱啊，你袂使就发，因为第二道好，到底佛陀伫一百空八股的中间是去甲咱教啥，所以进来在甲讲，处是顿悟是境啊，好、哦，所以咱前头甲咱讲第二，哈、哦，一定爱妄言。啊，搁再讲一句讲，得理即可，啊，啊，得理妄言，都要亲像啥？金刚经讲，道合用法，道干不输传人。啊，你唔当定执着，你直接发起要说，因为你将来得理，相当这是高水准的一种境界，你真正会当得理啊！你有心唔免一定爱照这应用。为什么？你自性流露，就一切拢总是甘露法啦。都变在无碍，啊，变在无碍了。你所讲的这个法语，无奈当符合佛的意思啊。因为你一定净化内性，啊，这个法界开发出来了。我跟你讲，你安那运作，拢总会下福利安尼。所以进来对他讲，这个对动物之间哦，欠了这动物间，但是太虚大师讲的，这个是普遍欠的，普遍欠的，一百八十五个欠了，恶鬼了。你真正真正会得你，你若用心，就真正会得你。但是唔免阁执在文书，唔免阁执在文书啦吼。所以这个太子讲认为这个是你甲牵读了，即是讲这个是普遍爱牵读的，哈、哦。但下面这有几句唔对，说即说唔对，即应对世界，甲概括是说好来说，哈、哦，去甲解一下。啊、哦，好、哦，用说法书认为立正天下，这么这里是说的法书爱注重一点，啊、哦，我这是讲用说法书都不好，这里是说刚经说法的说，说话的说，啊、哦。但是要记住，
那么这个说的话是说，你要把众生教，你本身一定要入正道出来。正道才有讲一个不可说的，啊，才在分化。分化讲到那个可说的法，啊，但可说的法呢，你要教众生安怎牵住这个邪妄。你若无牵住邪妄，我跟你讲，你根本那个主真理无可能显露，智慧袂当生。譬如你今接社会有社会的种地见啊，吼啊，你地都无生，遐暗咱的发生都无相应，啊地又袂生，所以一定要立正较虔诚，这两项一定是主点。什么叫做正道？你若今仔日唔知讲迄个不离文字教啊，别团迄个，你嘛知讲你爱以经藏为主啊。啊，经藏为主，你嘛知讲我今仔重要是要众生开悟，我本身要开悟，但是都邪妄，都甲你妄变啊。哦，邪妄法给你妄变，你都未开悟，啊，你嘛未入法。哦，讲总讲甲你讲文字法，你嘛未接，啊，这个法外有限，你嘛唔知影。哦，你嘛无了解呢。按你这边那主导，阿边那导他，都进来对他讲，这个是表是真理现，啊必先必先天下呢，阿是安那解讲呢？即嘛发说的发说哦，你真理有现啦，就你智慧现，吼、哦，咱讲什么叫做法界啦，什么叫做离根算啦，啊那么，必得爱先肯读这个下望啊。咱众生集善法，法师集法，这种种叫做邪妄。所以伊安怎讲呢？是集法，来甲讲这种种胡说八道，这个叫做虚论。所以师父甲恁讲过，世尊八万四千言教，有那是虚论，但是这是不得已的。安尼敢听有？你今仔就无顺这个啥人天性、二性，安只讲起来甲方丁、法界、法华、涅槃。根本不可能教众生如何提升。我只假使讲一遍，就跟你讲《法华经》，啊，你拢总过去拢无听，对，那就阿个听雷啊，无作用。啊，但恁都安尼伫遮，恁真正成也，恁伫遐开始对生活之道讲，啊，讲到这个《圣万经》，好，阿个讲啥？啊？妙莲华经对，阿未讲妙莲华经，真正讲啥？圣万经吼，啊，对生物质的讲起啊，啊，你就怎讲？这个每一步中间，就是对最起步，起步到你，迄个生物质的起步，跟你讲鬼来五界、十善界、二善的这个苦集灭道，啊，个十二缘起源来讲大乘不共法，啊，个唯识人来得人，吼、哦，迄、那个基本就是啥？伊的根据的如客。如客书地论内底十七地分整理出来，啊，所以讲讲今日一个法师，你今日若是本身，你唔知讲家己本身爱立正法，爱肯消法，但是真理呐现靠可能肯消法啦。啊，今日都唔知影讲你如何去显露真理，啊，你当然有个讲法，啊，刚刚的七说八说的，怎么样？乱七八糟啊！到底众生要哪修啊？搞不懂，佛陀在《法华经》讲一两句，讲今仔日若是真正行菩萨道的人，就是过去世有讲过《法华经》，今生所行的菩萨道是正确的菩萨道。假使过去世拢无讲过《法华经》，你今仔个你发大心，嘛唔是菩萨道。恁等下看书讲这话对不对？你发书片搁现一下看卖，看是毋是世尊有讲安尼，吼、哦？啊！你过去是有讲过《法华经》，今生今世，人佛陀会阁找见你，阁再继续讲《法华经》。吼、哦，因为法华大乘哦，有那唔是一劫、两劫、三劫、四劫，就会当入法的。吼、哦，你甲想看麦，佛陀要找见你，就是你有真真正正，那就达到这善知识的水准啦。啊，若无善知识的水准，佮你讲，你嘛是妄言妄语啦，叫做嘛是胡说八道。哈、哦！啊，你若是讲无今仔日，你无入到这大乘一种中心思想，对一个法师讲了对，还是对一个法师讲了唔对，你也搞不懂啊！啊，你要修啥？你要对得去修？啊，你的目标伫对几只？啊，你今仔乌白修，你目标敢达到？
无唔对啦，有诶是讲我若会当家庭平安就好啦，啊，小结束啦，听好无？你都卖作业，啊，都古种忏悔，家庭无一个无平安诶啊！重要是咱如何正常阿尿到了三秒三宝殿呢？迄个是咱诶重点呢。啊，你讲讲迄几个会当甲你顺顺甲你教出将来一定要达到无形法印初步诶一点正。这个叫做根本地，甲后来十地后的地，怎么修来？哦，所以进来得靠公安的哈，必定爱真理现，哦，表示真理现啊，但是必先天下呢，哦，进来得注解，所以这个动甲违反了，哦，关于本啊初品中，哦，罗那波王千佛说，就嘛即句读个好哈。法无非法，皆是希望妄想分别，是故不知法即非法，正中希望不得即灭。要注意哦，这句话是真实在哦。今仔日法，就是咱今仔日用如来经教，这个叫做法；非如来经教，叫做非法。啊，你行了正确叫做法，行了无正确嘛是非法啦。譬如讲，你今仔从经中来咧，你曲解，这个就叫做非法了嘛。你正解就是法啦，啊！你要度众生一定要正解，但是你无深入，你要哪正解？所以拢会胡说八道就对，吼、哦，信口开河。啊，那无呢？伊就安尼偏一套道理去强词夺证你安尼，吼、哦！伊讲这个哈，唔过法甲非法的执着啦，拢总是希望甲梦想的分别。就这是另外一句特色的话。伊个即马甲你讲哦。执着者，该执着是我想的，我个念的，拢总是希望梦想法，是故不知法即非法。譬如讲，你今仔日唔知影什么叫做法，嘛唔知影叫做非正法。如果你唔知影就对，啊唔知道学法的人是足侪唔知影哦。啊，你今仔甲恁讲过，有时恁嘛讲听起来，啊，甲恁已经从迄款唔对，甲恁破了啊。足奇怪嘞，有人灵界就讲问师傅，讲这我感觉有甲恁讲过啊，伊嘛刚刚啊，哈，啊新道的照佛经，啊嘛乌白讲，乌白偏，啊再听听乌白偏，两把当作对，啊但根本师傅讲的话就无计较信啊，听无？啊你今仔日要听海小王师傅讲的，啊你就起疑问来要问我，今日有一个男众，唔知进入伫遮无？伊讲新道讲的，讲迄个智往生钱是唐玄宗讲出来，唐玄宗会讲迄嘛？恁为什么较唔想看麦？唐玄宗敢会讲的？啊，连我都甲破啊！吼、哦！啊，唐玄宗敢会讲的？我都讲迄个是迄个东西，迄个上安尼制作迄个竹纸、迄粗纸，啥物人？蔡伦啊！啊，惊遐废纸伊无当用，啊，总制造迄问题出来。啊，咱都地到有去用迄个嘛。啊，什么人敢讲？知的人是过来，但无人敢讲得着。吼、哦！啊，即马搁在什么叫往生钱？迄个莲，迄莲花，讲是唐玄宗加出来。吼、哦！啊，就搁较离谱。吼、哦！啊，你倒安尼，开始安尼无耻无耻。阿叔讲话，你甲放我袂记住，啊，另一只得佫提出来甲想一下，啊，想一下得佫甲交往一下，啊，知影吼？啊，佫再为你可笑一下安尼，哦，你为什么不自己思想看看？哦，所以即马要甲咱讲哦，即马即个无论是希望梦想分别，该是希望梦想是个不知法即非法。唔知道正法甲唔知非正法，拢总正中梦想。因为你若执法，就正中梦想嘛，正中即个个希望啊。哈、哦，你执正法也是希也不对，啊，佫再来执邪妄法，佫更加不对。即个拢袂当得到即个灭，即个得解脱的意思。哈、哦，咱就迄个苦即灭道迄个灭，啊，即执的执正，因为你有即个正非法甲非法即、這个哈。哦卡地来得灵啊！我跟你讲，地位讲不出来，所以唔该讲帮助咱是正法，啊，你若搁一步一个唔对啊，哦，
啊，所以即内底较讲安尼，欲即欲出于二说啦，吼、哦，头前者，但是三论总解说一切法，凡的讲，也是，比如讲一凡的啦，吼、哦，书就是得的哈、啊，用凡的讲就讲如说生，比如讲咱个讲生，啊，都有迄个无生，吼、哦。啊，这样，这个就是生有不生是相对跟相对法，这个是世间的。哦，啊，所以我们讲，讲这个事情本无生灭啦。啊，佮读袂听有无？敢听有？生有不生是世间相对法，但是慧能大师讲本无生灭，安尼这个才是中道啊。中道用中文来讲啦，哈，所以您今仔日吼来讲。什么叫做中观呢、啊？什么叫做中道？恁来看一本《中观论》哦，吼，啊，思想加缘起，啊，恁来突破缘起的中道啊，好、哦，安怎吼？所以进来对讲，吼、哦，啊，那不生就是正，生就是邪嘛。啊，这么想那个讲安呢？因为有的是有的有是都非，啊，那不生就迄个级别的无生又无灭的嘞。啊，那有生就有灭，所以这个生，这个叫做邪魔；啊，那不生就是正的。啊，所以咱就爱了解世间的因缘法是有生，但是无自本性的，叫做无固定性。啊，你千万唔当执着这个生命，讲我那几日，我就加食较重啊，要创啥啦？你食较重要创啥？我问你。哦，啊！你刚才讲食较长，啊，着身躯来补，啊，来创啥？要创啥？我问恁，你怎么先想者？孔夫子讲生，啊，老若无死，叫做惨呢。啊，你今日咱有一个光明的气数，啊，你去烦恼生命底，但只安尼，人都伫迄个倒伫病去，甲你打点滴啊，啊，你去惊死，你嘛去奇怪。有一个光明的气数通好去，啊！你怎么伫咧吹死啊？伫咧奶奶奶，啊！一个思想讲，我唔在会死的呗，啊！都死死煞无较好，吼、哦！你讲事会奇怪呗？我讲你敢听无？无奇怪呢？有肉体就有生就灭嘛，有臃肿就腐败，啊！你既然腐败，万年放下，我的气数还蛮光明的。你们的气势也是蛮光明的，那个僵尸，那就爱选择一个路将，讲解放下，哈、哦，啊，你帮我困的弥勒菩萨接啊，靠呀，看到弥勒菩萨的相了，总敢避开，伊惊又接伊啦，安听好不？这是真正呢，因为我有遐看呢，啊，我想看，因在伊是心地较加加讲话听，伊都惊死啊，好、哦、啊。现在出年又去去又在一边又这样第三边又去了、啊、你如果对生命、哦、有一个真真正正彻底的了解，注意我跟你说啦，刹那边、哦、没什么在流乱，还有生中带无量苦，是不是这样？我的中间就带无量苦、啊、所以叫你做生日做什么意思？啊！你若讲来这所在是天堂六国，还是讲解脱来给你做，就讲你已经解脱的，迄个不生不灭啦。安尼来给你祝你祝你生日快乐，还唔够真正快乐？啊无，啊，恁好像忍不住一顿啊，小酒给你吃吃，妈妈生日快乐，快乐在哪里？我、哦、问你们，快乐在哪里？真的没有啦！啊，这得业报体嘛。所以人生矛盾，好、哦，有生必定有灭。但是咱重要是迄、那个何其自性本无生灭迄个，你掌握得住安？啊、哦，哦，附带讲一下哈，迄、哦那个圣严长老，伫迄个个83年、84年迄已经病啊，啊病大概都伊也去大陆换药剂等。我大伯啊，一边在接近生日，啊，再阮一个孙兄，迄个叫做祥顺，都含一个在家的女将安尼，讲可能即回吼，
咱甲师傅做一个生日，可能上袂变安尼。啊，只海信众就讲随声附和安尼，啊，就开始办，啊，就暗中通知安尼尔。啊，通知了吼，这是附带讲的啊。啊，就大家安尼办七十八桌安尼。阿兄，我到底下给加成佛之道，就即马帮助这套底下给加。啊，即马吼，食了啊，隔两天，一个女众卡来给我，讲长道法师，是安怎恁出家师做爱红做生意？安尼敢想计较行书文罪？讲是安怎呢？吼、哦，啊，出家师是毋是爱收人红包？哦、我听着我心里不舒服啦。讲恁爸母有生日无？有啊。啊，你要甲做生日无？吼、哦，啊，你甲恁爸母现在做一个生日，你计计较啥？你唔着去甲恁爸爸问，是安怎在当年甲你做生日？你若惊开会，啊，你惊师父甲你跪，佮甲你团结，佮甲你讲啥？啊，伊一个可能也是最后的生日啦。吼、哦，啊，着相信发起的。啊！你特别来个做生日，唔来个做生日，要包红包嘛？红包都你的代志啊！啊！你点点收着，再一顿嘛，无人会讲你啥？吼、哦！啊！你唔甲恁老爸老母做生日，但是恁兄妹啊要甲做生日，你若唔甲做生日嘛，无代志啊！你是安怎一个甲你教育师、甲你贵师，惊做一个生日尔？你安尼皮叫？你敢知影师道这因果大，师的因果大？我甲念啊！我足无去个，就甲念。啊，所以有些感触的，我讲我无必要恁做生意，听好无？免得互恁去做考验。今仔日甲恁教育一生，讲啊，你得加欢喜一下，来甲师父欢喜一下，教对呢？教对，我问你，吼、哦，你家家人讲做生意，你甲包一千两千去，你是欠啥？好、哦，我甲真正甲扛臭头皮，扛到无一块掉啊！安怎样？啊，无你毋得去甲恁老爸啊，还是甲恁老母兴师问罪，是安怎？你今仔有生事通去反做，叫恁爸母莫来出事，莫生你嘛，吼、哦！你都无这个麻烦啊呢，吼、哦！迄、那个女众是足无理的，对不对？师甲你皈依，啊，甲你教育，啊，你个兴师问罪，讲是安怎？恁出家师拢袂用做生事闹大个，吼、哦！因我着惊着啊，惊一个讲唔通个恁做考验啦，很了解吼。哦哦，所以那是因诶，圣严法师诶，买啊工啦，买啊，还无买啊，迄年，啊，搁无偌久换油纸灯啊，都入地形状啊嘛，伊嘛从勉强甲插出来外口诶，啊，当无安尼，啊，搁生日快乐，咁对是对啊，唔对，病到后尾病死，搁生日快乐，无生就无病啦，安听好无？无生老病死啦，所以我咧讲世间矛盾，哦。这事实的代志，你唔是讲今日活伫人间，你活了真欢喜，吼、哦，无老的苦，无病的苦，无死亡坠落的苦，吼、哦，安尼唔敢感觉讲非常有意义，啊，无啊，我咧讲，这世间的这物件拢无好啦哈，即马搁再看哈，三轮中解说一切法，吼、哦，欲看的来甲讲是，譬如讲说生就有不生嘛。啊，所以这个上代上的这不生才是正确的，叫做灭。哦，啊，那有生就是有生有灭啦，这里是较无正确，所以有的是邪，有的是虚，有的是非，有错都有不错安尼。好、哦，世间就是安尼嘛，上代化就是安尼。所以将来来讲哦，若用地来讲，超越生有不生是向上，这叫做绝代安尼。向上就咱头摆去讲迄个向上一动，吼、哦，啊，今来再另外一个名吼、哦，叫做啥？迄、那个向上一路，吼、哦，一路的达到解脱，说向上一度到极处，迄个千行不断，迄未团结，就是家你教安怎修，迄个会讲者，但是你达到最高境界，迄、那个别讲叫人家你传上好哩，迄、那个未团结，都不离本质啊。不离原之想，正话讲了讲离根讲，离根算哈。今嘛这个讲安尼，今嘛这个向上，这个才叫做绝对。所以你向上就安怎呢？就会当成上缘。所以我甲人注意讲，就唔通拖沙，
拖沙你家己不离。我跟你讲真的，万年你若放不下，你个执着，对你个人来讲是不幸的代志。哈、哦，我跟你讲真正是做不幸的代志。哈、哦，搁再来哈。世间的这个语言是对立的，哈、哦，咱个讲的在思想、微妙的在思想，拢是对立法。大小、济少、长短、好歹、衰歹，哦，这拢是对立，但是佛所说的法哦，嘛有心是对立。迄、那个六祖坛经有，个性有写到36对的款，你们看过没有？不知道了哈。好、哦，这个是玉世间的这个色坛讲的，哈、哦。对人头前讲，伊即马再个你分别出来，就是世间色坛的讲，佛大乘顺环境，用人我定假名，随顺众生所熬而说世间之法，令闻者欢喜色缘安尼。好、哦，这里就讲世间的色坛，但是即马来，但佛又说生而不生。安尼，即个就是超越性的即第几层？众生的生，吼、哦、是因缘所生，但是事实是无生。吼、哦，安那么即个就特色啊！啊，想到都生开无生，因为不生是第几？吼、哦、啊，所以跟你讲，生与不生是因缘生。吼、哦、啊，但是因缘无自性安尼。吼、哦、啊，即个就特色啊！即嘛，咱重视即个。超我想的第一意识坛啊，哈，所以这个就是性性相体现无性安尼，因为因缘性，性与非性安尼，所以这个叫做在性的，哈，体现迄个无性安尼，啊，所以这个都有的是认知，有的人是认知是无，性是无，但是说不说讲，爱咱人超我这个名言甲境界安尼。生是无生，是因缘生，所以有与非有。好、哦，即马即句话就安尼讲，因为头前有一句非嘛。好、哦，实在是有，但是加彻底加了解是无安尼，叫做生与非生。好、哦，安尼在即个社会观说，不说讲，爱咱人超即个名言境界，但是伫即个我咱人的即个心中所想的一切是相对。世间法是安尼，但是咱凡夫是唯有会当相对世间法的，袂当去体悟这个绝对，吼、哦，迄、那个无性的迄、那个绝对，所以真来伫永远伫明性上，甲安立一切明相安尼。因为你世间的明相，这就是你若无安立明相吼，咱无法当认别识别得着，吼、哦，所以这是安立这个性相，这缘起思想，但是说佛爱。开始离一切相，因为第一义体是无相的真相，所以第一义体叫做空体。重要是来阿咱了解，这个空体是离开面相，嘛离开本质相安尼。因为这个是这个相，是虚空性。哦，这重要是安尼啦，即马重要是一句话，说有人听到空。讲一切法空，伊就心内就袂欢喜，一直惊。这是较早的话道。啊，即有人是主张我一切空，啊，卡都修行。哦，都一切法该空，啥那卡都修行。哦，你唔修，你嘛修，就是你因为空义你唔对嘛。哦，那空义对的时候，你就知迄个主本性是空。唔过你修行是修啥？修到迄个妄白啊。哦，迄个就用迄个叫啥？迄、那个微识下来，底就是讲迄个个净土性、净土净五性、净土第六性、啊第七性、啊个第八性，迄、那个空性立体唔该显露。好、哦，啊你讲空的属性，空性立体是空啊，啊未使讲讲啊，都空啊个修行，啊你呐，安尼讲就你空空啊，听好无？你都无名利，哎嘛别个解释嘛歹解释啊，所以现在有人听到空，心中就无安，听到不生不灭。哦，啊，用这句来个解，迄、那个空性立体本来就无生也无灭啊，安尼来听着就欢喜啊，安尼所以这文字吼、哦，有那影响众生的心理安尼，哦，就要这来注意哦，所以其实不生就是空嘛，哦，安了解不？
啊，毋过你若要甲空，空是阁非空，听无？如是空，啊个如是不空，这道理啊涵盖蛮广的，才能通彻的，对啦吼。所以这个三轮中是欢喜甲得的，安尼就并不相干。但是字体就是空体甲俗体，才会当达到运用的。啊，所以空体嘛是空体，俗体嘛是空体哦。我咧讲真的哦，世间的俗体嘛是空体，因为伊是缘起空。哦，这个就要透视，甲恁爱有这种的合法的水准出来。所以以上百八句句，拢总是超越句。啊，但是下面这句上句甲无上句，这里是开始甲第二句呢，头前讲的这第一句。好，弥勒尊号，好。